采访报道。为了表扬杰出校友对国家社会的贡献，国立中兴大学年度杰出校友的选拔范围扩展到海外。南加州校友会宣布开始接受杰出校友的推荐，资格必须是中兴大学毕业或肄业，在学术、商业、艺术、体育或社区服务有卓越的表现。校友会欢迎推荐者领取推荐表格，让优秀的校友成就被发扬光大。我们会依照表格，然后会要求这个资料，然后我们在南加州呢，5月31号之前，我们会希望能够收到所有的推荐信，然后呢，我们会有一个审查委员会，审查委员会完了之后呢，我们会推荐1到2位参加学校方面的这个审查。徐新宏表示，未来杰出校友评审会对候选人进行审核，推荐截止日到5月31号，欢迎跟校友会联络。历年来，南加地区有7位校友获此荣耀，他呼吁南加地区的校友今年也要踊跃参与，并预祝能当选第18届国立中兴大学的杰出校友。